大家好，我又天，欢迎收睇《拍零》嘅节目《卧虎藏龙二》。系啦，咁今日咧，我哋揾到我哋嘅唱歌导师兼歌手去为我哋做一个访问嘅。咁我哋一齐睇下佢嘅表演先啦。下定决心回复单身，都不觉荒凉。熟睡那刻还未失忆，我仍能静养。从此你我多累，从头都不相对。假如无伴侣是某种干脆，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。寂寞那刻无谓骚扰，你近来动向。铃声切记关掉，明天见尴尬都不要。让我貌似精神，装作睡满分，与你欢笑。好，翻嚟啦！咁大家咧头先听完一个咁好听嘅一个表演啦，咁我哋而家请我哋嘅 Mason 出嚟。Hello， 刘天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大家好，我系 Mason 啊。系啦，咁头先咧，大家听过你嘅声音啦，咁都想去你自己自我介绍一下先。系，我系 Mason。咁咧，我系 Parklin 嘅唱歌导师嚟嘅，喺 Parklin 里边咧教咗大概三四年嘅经验啦。我亦都有试过咧喺天地高嗰度教。夾 band 啊，幾百人，咁咧由唔識搞到佢哋識嘅，同埋咧我就自己有啲夾 band 嘅經驗啦，大概十年到嘅夾 band 經驗啦，十年左右，跟住又有幫人嚟做監製啦，所以我就好多唔同嘅教學經驗。我見你咧仲有啲好似話劇啊，甚至乎你自己有拍啲 MV 嘅喎。係啊，因為我係唱作歌手嚟嘅，有自己寫歌啦，有幫人監製啦，亦都有參與一啲演員嘅工作嘅，有演舞台劇啊，亦都有演電視啊。咁好啦，音樂或者唱歌對你嚟講究竟係乜嘢呢？對我嚟講，我啲唔開心嘅嘢啊，當我寫咗落去啲音樂嗰度咧，我哋就好似藥咁啊，好似治療咗自己咁樣咯。寫咗一隻歌之後，就好似經歷咗個人生咁樣。係啊，再重新經歷過你嘅人生，咁你就會有啲唔同嘅睇法，自己會開心咗好多啊。咁你幾時或者點解會接觸唱歌呢樣嘢咧？我第一次接觸唱歌應該係嗰陣時屋企人咧就買咗卡拉 OK 翻嚟啦，大家喺度爭唱卡拉 OK 咁樣，咁我爭唔到嘅，咁啊直到佢哋咧唱到攰啦，咁我咪出去唱咯，咁啊嗰陣時第一次接觸音樂咯。嗰陣時你幾多歲？我大概係小學一二三年班個左右啦，因為我係女仔聲嘅，咁未轉聲咁樣，所以就爭唔到麥嚟唱咯，又唱唔到，咁我就等佢哋停曬啦，我先自己走去試一下咁。咁但之後有一直唱歌，有啊有啊，一路參加學校嗰啲歌唱比賽啊，又真係攞咗啲獎嘅。咁我咪繼續去研究啊，就去夾 band 啊嗰啲，咁啊學多啲音樂上面嘅嘢。咁你又一直唱歌啦，或者去參加啲比賽啦，後屘即係一個咩念頭會令你想做一個唱歌嘅導師呢？因為我係唱作歌手啦，咁啊會成日會周圍去表演嘅。咁但係因為疫情咧，就好多表演都即係取消咗啊，大家又唔方便走出街嗰度啊。又唔想自己嘥咗自己學到嘅嘢，咁不如同人分享一下啦。咁啊，於是咧就不如去教一下音樂啦。咁你而家正式成為咗導師啊，嚟緊仲冇一啲目標或者夢想想做到咧？有噶，咁我仲會繼續寫多啲新歌啊，同埋做啲新歌。咁我希望咧自己做嗰啲歌咧，人哋聽咗之後會好舒服啊，會有正面嘅感覺啊。即係我唔開心，我寫咗首歌之後，我治療咗自己，我亦都想人哋聽咗之後有一種治療嘅感覺。係一隻啱嘅歌咧，係真係好容易 touch 到人哋情緒嘅。咁你覺得你作嘅歌入邊有咩好特別嘅地方？我寫咧通常我係寫自己嘅經歷嘅，即係寫自己嘅諗法嘅。咁就全部都係真實嘅經歷咯，即係我自己唱起上嚟會容易入肉啲，係啦。咁人哋聽落去咧，亦都會感受到多啲即係直接嘅感覺咯。咁你喺拍到教咗幾年啦，有冇啲學生或啲例子係好難忘嘅咧？你要教經歷有噶，咁咧有一個學生咧，佢係教人哋唱歌嘅，即係佢喺詩歌班裏面教人唱歌。咁但係佢嚟到嘅時候咧，佢係五音不全，
咁仲要咧，可能佢咬字嗰度咧都會有啲問題，咁就需要去慢慢去矯正啦。咁咧佢嚟上咗大概兩個月到啦。咁咧佢就由五音不全變成即係可以唱到啱音啦。再過多一陣咧，直情好聽，咁佢就真係可以指導到佢嗰啲詩歌班嘅人，即係帶領佢哋去唱歌。所以呢個係即係好感恩、好開心嘅。但係你頭先話，即係佢係教喺佢嗰個可能教詩歌嘅唱歌班嗰度，其實佢係完全唱歌係唔好聽嘅。揾你學嗰時候，係唱唔到嗰首歌嘅，因為佢嗰啲音係唔啱嘅，完全。哦，但係佢要教人唱。係啦，咁去到後尾咧，佢真係。即係有啲位好難嘅，即係唔同聲部啊嘛，好難分嗰兩粒音嘅時候，到最後佢真係分到，同埋可以教到人咯，有成功感咯，我覺得。你幫到佢好多啊！係啊係啊，即係你都教咗咁耐啦，有冇啲你自己嘅教學心得可以分享一下咧？因材施教咯，咁你睇到每個人嘅興趣啊，佢中意唱啲咩歌啊，或者係佢嘅能力去到邊度啊，即係佢嘅天賦啊，究竟佢？佢適合唱啲咩歌咧？同埋即係如果佢叻啲嘅話，咁可能可以教得深入啲。如果佢係五音不全嘅，咁你就要令到佢唱到啱音啊咁樣。所以咧就要因材施教，令到佢哋有興趣同埋開心咁去。嗯，睇下個學生有咩需要最緊要。好啦，最後一題啦，就係、是、如果即係、就是、好似我呢啲咧，我係五音不全嘅朋友仔嚟嘅，係啦。咁我而家就係想學唱歌，你會有咩説話去鼓勵我呢？我想知道你中唔中意唱歌先。一直有咁嘅衝動，但可能因為細個嗰時候就受到一啲挫折，係咁就一直唔敢。你有衝動就要去試㗎啦，唔敢咧，因為你未學得好。當你學得好嘅時候咧，你會再有興趣去學得更加深入。所以你有衝動嘅時候咧，即刻就要去學習啦。都係要揾個導師正式學。冇錯，就嚟 partner 啦。我哋今日嘅訪問咧就做完啦，咁大家可以睇下佢嘅表演先嘅。世代里我尚算卑鄙，挥发的丑恶总令情欲太美，我自信我亦信不起自己，继续吻再没有惊喜，复制的色相中突然遇上你，那瞬间我渐看不起自己，捉紧你，乱世中天真像你，令我深深感受爱就是神奇。让我捉紧你，用良臂好好维护你，用我不生的福气爱你。往日我爱情似火机，点过火开过心，转眼又结尾，再回看我亦觉得很儿戏，爱着你爱便有转机，激发的心跳声将旋律太美，抱住你抱尽每一种年纪，捉紧你，乱世中天真像你，令我深深感受爱就是神奇。让我捉紧你，用良臂好好维护你，用我不生的福气爱着你。看过你能看到爱情滋味，吻过你能吻尽爱的表皮，爱过你能爱到更加肯定，当最爱是你，捉紧你，乱
世中天真像你，令我深深感受爱就是神奇，让我捉紧你，用良臂好好维护你，用我不生的福气爱你。好，翻嚟啦！咁頭先大家睇到 Mason 咁精彩嘅演出啦。咁如果大家咧想揾 Mason 去學唱歌嘅話，可以喺邊度揾到你啊？荃灣匹靈。係啦，咁如果大家想學唱歌嘅話咧，可以喺荃灣匹靈度揾到 Mason 嘅。咁如果大家仲想去學其他樂器嘅課程嘅話咧，可以瀏覽匹靈嘅 YouTube、IG、Facebook 同埋直接打電話過去嘅。咁電話同埋資料咧就喺影片嘅下邊啦。拜拜。拜拜。